在我的电影里头，我永远会把女人塑造得非常完美。小冉她非常非常漂亮。饭来了吗？今天放饭吧。我们尊称她为娘娘。娘娘。那个戏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。当时的情景是两个人喝醉了吗？今天谁先倒下？希望有一点不同的东西。有一些浪漫加搞笑加暴力融洽在一起，蛮好玩的。阿飘是一个非常体贴然后很可爱的女生，她的形象很美，她的眼睛是非常漂亮。她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，很随性然后很天真。我饿了，想吃面。阿娇的这种飘逸感给我们这场戏增加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两个我都喜欢。我追求的女人要美，不管是线条也好，形象也好，一定要美。开始。演员有没有？场景有没有？我们给的镜头还要美。丰盛很活泼的感觉，而且拍出来的效果都还蛮好的。祝爱情 VNG 可以大卖，最少一个亿、太棒了。